新城乡公所111年模范母亲及模范婆媳表扬活动，由全乡9个村推荐选出模范母亲和模范婆媳来接受表扬。因应肺炎疫情活动呢，是改由乡长何礼台亲自到府，一一送上贺礼和祝福，感谢妈妈们用无微不至的爱呵护子女平安健康长大。新城乡111年模范母亲及模范婆媳表扬，由全乡9个村推荐出模范母亲以及模范婆媳，共计24位接受表扬。因应疫情表扬活动，改由乡长何礼台亲自到府一一送上贺礼以及祝福，也感谢母亲们用无微不至的爱呵护子女平安健康成长，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。现在乡长何礼台表示，一年一度隆重的母亲节及模范婆媳表扬典礼，虽然因为疫情所以取消了，但是现在乡公所的心意祝福不减，希望以创意多元的方式。现在乡长何礼台则是一到府，9号上午从中区的新秀村、北埔村、南区的嘉陵村、嘉里村，而下午则是荃湾最南边的嘉兴村、中区的大汉村、北区的康乐村、中安村，一直到晚上的新城村，一一亲自表扬，希望让妈妈们感受到满满的感恩以及祝福敬意。记者邱文贤报道。